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教学的是一个硬照容体破两万分的一个使用技巧。哦，相信很多玩家要为了这次任务要破两万分，基本上是达到一个瓶颈哦。哦，百姓来教大家如何使用一点技巧来破两万分。哦，正所谓人要比 Gen 更 G 八，就是 G 八 Gen。哦，因为专家这个设计很 G 八。哦，我们要比他更 G 八。哦，我们来示范一下如何打。哦，基本上。两颗，一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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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用这样的方式，我们可以做到一 combo、两 combo、三 combo、四 combo、五 combo、六 combo、七 combo、八 combo。如果天降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可以顺利达到八 combo。当你达到八 combo 之后 ，combo 数做高之后，后面的分数累积就会高。记得不要断 combo， 好，不要断 combo。现在为大家做一个示范，哈。好，23,095分，我们轻松就达到了。这样是不是很简单呢？是不是啊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